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它是一个等差数列 a n， 对这等差而言，首项是负一，公差是三，求 a 一加 a 三加五加到 a 二十一怎么算？基本上你观察一下 ，a 一加 a 三加 a 五加 a 二十一，哎，这时候就有奇数项，对不对？每隔两个相加，对吧？那你做观察一下。把 a 加上 a 三加 a 五，二加到 a 二十一，它还是成等差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它只是这样，每隔几个，隔两个公差而已嘛。所以原本公差是三的，对吧？所以说第一项、第三项公差变几？六。第三项、第五项差距变几？六。所以原本公差是3的，今天改成这个等差之后，变公差变几？ 6， 那不管怎样它还是成等差，只要是成等差，总和怎么算？就把首项加末项乘以个数除以2，还是一样。所以说这里首项是第几项？首项还是第一项是几？负一。末项是第几项？第21项。所以第21项等于 a 一加几株？20株，负一加60多少？ 59， 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所以说老师问你，它加起来还是一样，首项是负一，末项是几？ 59， 乘以个数除以几？ 2。 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，从1到21有几个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一到二十一，一三五，最笨方慢慢数嘛，一三五七九，十一十三十五十七十九，二一几个？十一个，对吧？哈，一三五七九嘛，哈，一三五七九，十一十三十五十七十九，二一几个？十一个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所以说把它算一下，负一加五十九，五十八，除以二，二十九，所以二九乘上十一，算出来是几？319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到这边麻烦你把这题整理一下。